今日觉得南城豪得起啊！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春节期间，除了他们之前的188波龙之外，最近他们亦都是推出一个78蚊就可以吃到他们的豪门九式中的其中两款。咁样九款我就不一一同大家试啦，就你哋自己嚟试啊！咁我先吃我最喜欢吃的三毫啦。啊，睇下三毫几新鲜。生生猛猛啊！酥炸生蚝我都系第一次食啊！好鬼有皮啊！有试下佢嘅龙虾汤浸生蚝啊！好鲜甜啊！试下试下几多试，我试埋其他味道先啊！水煮生蚝搵嚟，有少少辣唔错，酸菜鱼啊食得多啊！酸菜蚝我真系第一次食嘅。酸酸辣辣咁都几好味喎，再又或者搞个龙虾甜一下头啊，生生猛猛啊！嗱，祝大家今年啊虎虎生威啊，生生猛猛。